建立新的档案与读取档案。我们在浏览器的编辑器里面，左边这边有一个专按钮，你可以点取新按下去，这边有一个新专案，选择新专案，它就会给你一个全新空白的一个档案，让你去重新编辑。那你如果要把上一次编辑的档案叫出来修改，一样是选择专按钮，请你选择汇入档案，选择你上一次编辑的档案，像我们上一次编是 A02.hes 这个档，选择开启，然后继续，那它就会把上一次的档案把它叫出来，像上一次我们做一个爱心跟打勾。好，这是在一般我们的应用程式里面算是读取档案的功能，那它的地方都在专按钮，建立新的跟读取档案在这里，然后它会帮你记录你曾经使用过的一个记录，比方说我们编过 A0 了，未命名，这些它帮你稍微记录一下。好，那你编过多少，它会在浏览器上面会帮你稍微记录一下，方便你做一些选择。好，这是开新专案是一个空白的档案，如果你做完的档案你想要重新汇入，请你选择汇入档案。